PA 组，然后先算这整个三角形，它的高是12加9就是21，然后底是8，所以8乘以21除以2就是这个三角形的面积 CF 的面积，然后 A 组 F 的面积是8乘以12除以2，因为它的高是这里 DE 那个，然后84减，然后算成48，然后84减到48就是剩下这里的面积，就是39。有问题吗？FB 是多少？里面有 FB 的长度，要怎么算面积 ？AB 有多少 ？AB， 怎么算 AB？ 它是要求上面这个面积。是。所以就直接先算它整个长度。你的整个是 ACF 吗？对。嗯。然后再算 A。再扣掉 AGF。OK。好了，掌声鼓励。